我今天要去挑战一点很高很陡，我猜你不敢。有啥不敢的？输了怎么办？当场卸个妆。咱闹着玩，不用玩这么狠，我觉得就得玩这么狠。走吧，你带我来这干嘛？不是打球的吗？这不比打球刺激多了？我也特别心动，但是吧，还有一点点怀疑，所以决定亲自来。那你说更快、更高、更陡是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，到时候别害怕。嗯，好了啊，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下车。哇，好强的推背感！这车的零到百公里加速只要5.5秒。你晕吗？这才直线好吧？这么强吗？那当然，一个坚固的堡垒，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就是毛毛雨了。怎么样，害怕吗？有点怕。那你以后开着它遇到炮弹坑不用怕的，直接冲就好。上强度了哈，坐稳了啊。我坐在里面都感觉要翻了，是我想多了吗？这么高的车一般重心都比较高，但这车肯定把重心设计降低了，防侧翻能力提高了。这就是今天的头号项目了，高4米30度的驼峰桥，怎么样，刺激吗？我现在下车来得及吧？来不及了，但是我可以给你吃一颗定心丸，后穿越巡航，智能爬坡和陡坡缓降，你上去之后只要放开脚踏板，握好方向盘就可以了，它自己能上去再下来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信就输了啊。那咱们试试看吧。然后越野巡航打开，看它现在已经自己开了。哇塞，好丝滑呀，跟我的球技一样，好像这个激流勇进，缓缓下坡，怎么样？感觉刺激，涉水了啊。油箱和电视包高度抬升，全方位防护，最大涉水能达到70厘米。哇，这个试驾也太刺激了吧！怎么样，我挑战成功了？怎么是你挑战成功了？这坐车的不比开车的吓人啊？卸妆吧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开车把你扔水里？啊！